集的美浓行程去参观油脂三老店和踩水莲，都让我大开眼界。美浓真的是个可以深度旅游的好地方。今天这集我们再去看看美浓还有哪些好玩好吃的。特色美食呢，就是板条。在美浓呢，有许多的板条店。而身为哈嘎尼的我，可是从小就吃板条吃到大，所以对板条再熟悉不过了。但是今天来的这家店真的很特别，他们居然有彩色板条，这我可真的没听过。走进店里就觉得很有客气风情，红砖屋都会给人一种复古怀旧的味道，而且老板家里以前是陶艺工坊，所以这个空间里还可以看到很多陶艺品，很有意思。终于让我看到了有彩色板条，你看它一条一条的挂在这边，好漂亮哦，很美耶，其实还蛮有意境的，有古色古香的感觉。但呢，我跟你说，它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，叫做彩衣凉板，而且是要预定才吃得到的哦。这道彩衣凉板是店家特别研发的，五种颜色的板条都是天然食材做的，像是火龙果、地瓜叶、蝶豆花和甜菜根，所以不是一般人想的食用色素哦。蝶豆花这个蓝蓝的很美，挂在这边特别像海洋。哇，我光这样夹就知道它非常 Q。那在这彩衣凉板下面呢，还有一盆蘸酱，要蘸着吃。这很特别，好好吃哦。其实它的 sauce 呢是云南酱，它吃起来是清酱，但它就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它有撒一些芝麻跟花生在上面，所以你咬的时候会增添它的那个口感，一粒一粒的颗粒感。然后呢，再来是他们的板条很厉害哎，其实呢你吃下去的时候吃不到它原本染色的那个味道，但是它的米香很香，然后非常的 Q， 不输给麻吉。它的米也是大有来头，它可是用美浓147号。什么是美浓147号呢？就是美浓这里最厉害的米，所以你越嚼的时候它的米香就会跑出来，然后配上花生，口感真的很层次，很棒。其实客家人还有一道不可或缺的料理，尤其是过年，就是卤香猪脚。它的猪脚选的肉啊，一定要带点肥肉，才是我的心头好。这种，因为我个人超爱吃肥肉的。我觉得他们家猪肉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的那个肥肉啊，是还有点 QQ 的，很嫩。然后呢，你咬下去的时候，跟它的瘦肉搭在一起，不柴，很 juicy。然后它那个香气啊，其实呢，卤猪脚就是什么，就是冰糖、红标米酒还有湖底酱油这三样是最不可或缺的，所以它味道啊，就是整个卤得很进去。但它跟我苏爸爸的卤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好像有加入那个一点点微微的那种花生，所以呢，你吃起来的时候还带一点点花生香气。甜点时间，这是我的千层麻薯板，它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的那个彩衣凉板啊，那个板条一层一层的把它拼凑在一起，就变成千层麻薯板哎，好费工哦。而且我刚刚听老板娘说啊，其实千层麻薯板的发想来源是在那个客家的麻糬，像那个七八一样有淋花生粉。那我们的千层麻薯板呢，也是沾我们的花生芝麻粉。我个人呢比较重口味一点，每次都被家里的人说你到底是在吃花生粉还是在吃它的麻糬。一定要沾好沾满啊。它跟一般的那个客家麻糬比起来，它比较 Q 哎。客家麻糬吃起来其实刚出炉熟腾腾的时候，再就是软嫩一点，然后它这个比较 Q， 比较偏向有点快要接近果冻的那种 Q 感。尤其是它的芝麻粉是有小心思的哦，它不是只有粉而已，它还有一点点大粒的芝麻在里面，所以你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感。
美浓永安街上啊，近期出现了许多文青以及拥有特色的小店，让有想法的年轻人啊多了一些发展的空间。而今天呢，我来的这间店啊，他们是一对夫妻所开设的，他们本身有在种柠檬，也有提供许多在地的食品，让想要体验在地美食的朋友有一个好去处啦。老板夫妇为陪伴孩子成长，放弃公家机关铁饭碗，转当农夫，利用老家屏东高树乡水源区种植一甲地的无毒柠檬，进驻了这条永安老街。店里不知道有什么柠檬有关的产品。我们其实比较热推的是我们自己店里自己制作的，就是我们的柠檬泡茶片。那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是用低温烘干的方式，然后将我们的无毒柠檬切片，然后做3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。那这样的方式它之所以好，是因为它可以将那个柠檬皮本身它有一些营养素，像柠檬苦素、柠檬多酚，那这一类的方式透过浸泡的方式将这些营养素释放出来。那本身的话，我们也是有将台东的无毒老姜，然后我们将它做烘炒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再加上黑糖跟二砂，然后它有点甜甜甜的，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柠檬片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搭配就变成了那个柠檬姜茶。除了食品之外的话，其实我们本身因为柠檬本身它很有清洁的效果，那柠檬泡泡它是采取慕斯的方式，所以洗起来的话非常滋润。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简单的身体的清洁，然后还有一些碗盘清洁，其实都可以用柠檬泡泡来清洁。那我们也有请一个手工皂老师，然后帮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柠檬的加湿皂，那它对于一些衣物啊清洗上其实非常的有效果，对大家都蛮喜欢的。因为老板夫妻俩种植柠檬，店内除了很多柠檬相关产品，也有提供柠檬相关饮料和甜点，都非常受欢迎哦。光看外表，我就觉得他走一个尖牙风，好可爱哦！因为有一个柠檬就这样子大中至正的在上面。哦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他们家不管是饮品啊还是豆花，吃起来那个柠檬香气真的很厉害，好香哦。因为老板啊，他们家的自产的柠檬是无毒柠檬，没有经过任何的多余的肥料啊跟农药撒，所以呢他们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啊会直接把柠檬皮也一起入菜，那你在吃的时候柠檬皮的香气真的是非常的香。的二楼还有个艺文空间，不定期有艺文展览，有陶器可以逛，也可以当 DIY 教室。觉得有这样的空间真的很不错，可以推广更多样的客家文化，让更多人认识美浓这个好地方。这里就是我这次来美浓所住的民宿，一走进来就看到外面有一大片的草皮，好疗愈哦。而且啊，虽然这里很大，但是只有6间房间，而且每一间房间都是不同风格的房型哦。虽然是在乡下的民宿，但老板把这里的房间都打造得相当有特色，有不同类型的工业风，有欧式双人房，还有楼中楼的房型，光看外观真的是很难想象里面会是什么样子。我现在所在的这间房型呢是简约的工业风，一走进来啊就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小客厅，然后非常舒适可爱。然后呢他们使用大量的玻璃窗，让整个采光啊非常好，空间也会看起来很宽广。再来呢，我走进房间啊，我就看到我最爱的就是我身后的这台脚踏车，它是真的可以骑的哦，它就挂在上面。在脚踏车下面啊有许多美式铁制的招牌，用几个招牌就轻松可以打造出工业风的感觉。再来，其实啊我觉得老板真的很用心哎，怎么说呢，光看他们的灯具就知道，他们这里有3个灯具，像我左手边的啊，它是水管风的，然后呢，我在上面可以看到它有仿旧的斑驳感，以及啊，梳妆台上它也是另外一种水管的风格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头顶上的这个齿轮风的灯具，非常的细致精细，所以啊，老板真的是很用心呢。
现在呢，我所在这间就是美式工业风的房型。你看我身后有大大的国旗以及汽油桶，就知道它有多美式了。这间整体感呢，就是比较温馨。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墙壁。怎么说呢？你看我身后这是木头墙，以及旁边的白色瓷砖墙，整个混搭风。但它最最最最最特别的是我眼前这个水泥墙。这片灰色水泥墙可是他们老板啊亲手打造的，慢慢的用水泥这样磨出一个工业风的粗犷感。我觉得这间房间呢非常适合三五好友一起来这边住，一起坐在这边，然后呢喝啤酒，然后美式风格就非常 chill。我现在所在的这间房型呢，它是以红砖墙为基底，然后它所有房间的摆饰都非常精细哦，不管是我眼前的翅膀啊，或是我身后的世界地图，还有呢它的床头灯呢是仿旧的胶卷式的灯，那它用一张沙发呢轻松隔开了床铺跟客厅之间。其实啊它就是一间房间，但它善于运用每一个各个角落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情侣入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我旁边的这个双人沙发啊，或者是窗边的情侣雅座，都可以坐在那边一起吃早餐，是不是很甜蜜？除了刚刚看到的工业风房型，民宿里还有简单舒服的欧式双人房，也有很适合一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住的楼中楼。最推荐就是家族来，怎么讲呢？因为它一间一间的，很适合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，重点是超适合带小朋友的，爸妈父母就可以把小朋友丢在外面的草皮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不管是房间啊或是外面的长廊啊，就可以喝啤酒，搭配他们的工业风啊美式风格，就整个很 chill。